这个球拉回来打成三点翻身，打到垒包上弹出去。哦，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幸运呢，打到垒包上，要跑二垒，在二垒这边啊，简富志又往二垒闯，结果失败。哦，简富志两次的跑垒哦，结果都在二垒边缘这边哦，是遭到了触杀或封杀。我刚刚回到这个本垒这一分，以时间点来看的话，应该是算的。所以王俊杰回来这一分呢，还是算的，在这一局的兄弟象队是攻下四分。